好，我答应你，朋友。你不是还有事吗？给我个机会送你好吗？林向远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这不是我们好久没见了吗？顺道过来看看你，你在我心里一直是那个很坚强的女孩，不管是在爱情上还是事业上，你都学会了自愈伤口，重新站起来。是吗？我自己都没有发现我有这么坚强，看来我得好好重新审视一下我自己了。真的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知道这些年你对我有一些看法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怪你，因为是我做的不对。其实樊丽说的对，我一直患得患失。林向远，如果你今天过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话，请你……小苏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跟樊丽经历过这次考验以后，我好像更明白了一些道理。有些事情不能强求，有些事情需要努力，而有些事情必须要坚持。你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？我知道我当初做错了很多，尤其是我当年对雷雨铮的伤害。雷雨铮，不好意思，如果你今天来找我想要跟我说他的事情的话，我不想听，而且我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你叫不提就不提吧，那就咱们说说我们。我们？小苏，我希望从今天开始，给你一个重新认识我的机会。你别误会啊，不是我强求你，我是想，我们还是朋友。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们还能成为朋友吗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们才能成为朋友。哪种朋友？低于爱情，高于友情，知己。我没有逼你，我给你时间考虑，我也给我时间考验我自己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朋友。你不是还有事吗？给我个机会送你好吗？好啊。